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是日係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七號，今日咧係星期六啦。好啦，呢節要同大家講咧，就係香港可能出現咧，就係叫做糖食危機。嗱，點解咧？因為咧，據說香港個確診數字啊，就係越嚟越高。咁咧喺二十六號嗰陣時咧，新增確診數字啊，講緊武漢肺炎啊，就係七千八百三十五宗。 嗱好啦，咁啊呢個數字係高定係低呢？咁啊，如果你問咁啊英國情況點呢？咁啊睇翻最新嘅數據呢。咁啊過去嗰七日呢個確診數字呢，就應該係三萬幾宗。咁啊整體嚟講啊，咁啊香港呢，如果你真係要計呢，咁啊同英國數字比，咁啊當然啦英國會高啲啦。不過英國嗰個咧係全英國數字。嗱咁啊換句話講，咁啊應該呢。 香港嘅數字咧可以算係高，不過問題咧係到底香港點樣計法呢？嗱、這、呢個就係問題啦。係有一段時間咧，香港嘅計法咧應該武漢肺炎確診數字咧就仲高，但係後來咧俾佢哋發明咗一個新招，就係更改咧就計算辦法，咁啊令到咧後來個確診數字咧就係忽然之間咧就回落。好啦，咁啊無論如何啦，根據佢咧。 最新嗰個計算方式呢，咁而家呢，嗰個新增確診個案呢，都係呢，就係講緊七千八百幾宗嚇，咁啊無論如何呢，個數字都係算係高。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呢，香港有機會呢，就係要再一次呢，就係限制社交活動呢，就距離嚇，咁所以啦，大家呢，真係要留意啦嚇，好可能呢，就係堂食呢，就係會再進一步受限制。 好，我哋繼續講落去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記得節目咁 Like，用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同極五毛，同極蓝士，繼續開 Google 户口訂閱我哋嘅頻道，星期二得到，星期二日報，仲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好啦，咁啊各位聽眾，記得呢就係運用免費模式啊，呢、這個最重要啦。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哋，記得打開節目清單，欣賞播放，手動點擊無限碌大發。 啊！安裝咗 p i l o t 嘅朋友，記得繼續撳閃電掣啦。嚇，當然啦，經濟能力許可嘅聽眾，希望你訂閱披藏支持我哋。啊，提提大家啦，八月三十一號啊，將會咧係八三一集會啊，八三一集會將會喺倫敦啊，喺呢個倫敦咧就係 Parliament Square，即係喺呢個大笨鐘啊，同埋咧西敏寺對出呢個空地啊，咁咧亦都係上一次六月十二號六一二集會嘅時候咧，就同一個地點。 好咁啊！我哋咧啊袁公儀先生、袁爸爸咧就係會咧呢一兩天內咧就係嚟到英國，咁佢咧亦都會同我哋咧一齊出席咧相關嘅集會啊！咁咧佢亦都咧係成為其中一個咧嚇，應該以我所知係第一個啊講者將會咧就喺台上咧就發言。咁提提大家啦，記得啦，就應該係晚上六點鐘咁我哋咧主辦單位同協辦單位咧將會咧就五點左右咧就到場。 好咁啊！希望咧下個禮拜見到大家啦。好，繼續同大家講講香港堂食危機啊！呢、這個叫做話說香港個所謂確診數字啊，去到咧七千八百幾宗嚇咁啊。據說其實真係醫衞局講嗰啲數字啊，真係唔係太過可靠但佢個計算有問題，計算有偏頗，計算呢係根據佢自己希望得到嘅數字呢，就做出嚟嚇。總之，無論如何啦。 香港個計算方式咧，無論如何同全世界咧都唔再接軌㗎啦。咁啊，亦都既然英國嘅數字亦都比你更高，喺英國咧根本對於出入境限制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社交嘅啊限制，亦都係冇嘅。其實基本上係嚇，基本上咧徹底咧而家咧係將所有嘅防疫措施咧就係取消晒。 將嗰個責任咧交返俾咧就係個人。嗱，香港個數字咧，佢話有一百七十宗咧就輸入個案，嚇五十五宗咧喺機場發現，三十八宗咧喺檢疫酒店，剩返六十三宗喺呢個咧檢疫完成之後咧喺社區咧就係出現。 好啦，咁於是呢，呢個叫做醫務衛生局啊，大家要記得啦，個名已經改咗啦，已經唔係係食物環境衛生局啦，啊，已經改咗做醫卫局啦，啊，因為轉咗新政府啊嘛。醫卫局嘅勞寵物呢，啊，即係勞寵物，即係共富王泉嗰個共富皇泉呢，佢出嚟話呢，就係由二十八號開始，即係聽日啦，啊，逢係出席宴會嘅人士需要呢。 廿四小時快速測試陰性結果嘅相片，嚇咁啊！但係點為止宴會呢？原來佢話呢，多過八個人一齊出席啊，出嚟飲嘢食飯啊，就叫做宴會啦。啊，換句話講啊，佢而家呢，開始限制多過八個人嘅食飯活動。嗱，我哋可以想像呢，假如嗰個數字呢係繼續。

嘅屋企咧喺香港都好少會多過兩個廁所啊。佢話如果你屋企有人確診，如果你唔能夠為佢提供獨立嘅廁所嚇，咁嗰個人呢就需要被送往呢就隔離設施你話呢個咩標準呢？都真係幾恐怖。嗱最恐怖一樣嘢我話俾大家知係咩嘢呢？就係當成個世界已經同緊而家個疫情呢係徹底。 喺度共存緊，而且大量嘅藍絲都覺得個防疫係冇必要嘅時候。嗱咁呢，佢哋而家居然呢又話要進一步呢，就收緊。嗱，當然啦，如果個數字繼續上升，你可以想象到個堂食佢一定會限制嚇。而實際上而家所謂社區爆發喺好幾個月之前個最根本原因就係因為藍絲確診咗之後都唔會報告話俾政府知啊嘛嚇，因為佢哋知道隔離係冇意思。 嚇！實際上一早已經喺社區爆發啦，而且呢，可能身邊已經有好多唔同嘅人呢已經中過招嚇，跟住好翻，中完又中。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喂，你話要上報俾佢知，跟住要送去隔離設施，跟住呢，無限期被拘留更加唔使講啦。你唔返工冇糧出，會唔會有人去幫你呢？咁啊，梗係冇啦，香港嚇。咁啊，換句話講啦，佢個由始至終，佢個所謂防疫。 不單止對防疫冇幫助，另一方面只係對咧市民嘅生活咧造成咧就更大嘅創傷百上加斤啊！嚇，而家講了又講，講了又講，又話預備要開關，又話預備要同中國大陸通關，通通下現在跟。而家同你講數字好勁啊！啊，預備要限制啦，八個人唔得，好快一改又六個，改改下又四個，改改下就兩個。 改改下，唔畀糖食啦又，嚇咁樣嘅方式去處理，嚇個問題喺邊呢？就係、是、完全同個世界係唔接軌，個世界已經將佢呢係當成嚇同正常生活係一樣噶啦，已經成為咗生活一部分噶啦。個最簡單嘅原因就係因為你無論點樣去阻隔嗰個病毒，基本上呢，其實一早已經發現呢就係、是。 佢嗰個擴散能力呢，就係比想象中呢就係高。係我哋最恐怖一樣嘢呢，係見唔到香港嗰個檢疫隔離啊。係佢個所謂隔離措施呢，點樣有效堵截嗰個病毒？係佢係無論點樣阻隔嗰啲所謂有病嘅人，到最尾你睇下佢個數字，佢自己都講啦，話發現百幾宗、六十幾宗喺個社區度發現嘅個社區。 發現咗咁同嗰啲有病毒接觸過嘅人，同確診者接觸過嘅人，你唔揾翻出嚟嘅時候，你只係將嗰啲確診咗嘅人捉走，其實咁樣同自欺欺人有乜分別呢？嗱，大家已經知道啦，今時今日嗰個病毒嗰個傳播能力已經一早就唔再係舊版嘅武漢肺炎嚟㗎啦。嚇！如果你即係捉住一個人， 係要佢去隔離，但係同佢接觸過嘅人，你完全唔去隔離，咁其實你嗰個隔離有咩意思呢？而家個問題喺呢度。咁而又事實上個社區已經爆發咗好耐噶咯喎，周圍都好多人說中過招噶啦。啊，我都識嘅好多人咧，都話：，唉，我身邊啲人中咗啦，嚇咁啊唔知點解中嚟中去都唔中。又或者呢，身邊有好多朋友都中過一次啦，已經嚇好像輪似輪住中招咁，嚇根本個病毒。 就喺香港個社區已經係直根咗啦，其實嚇咁呢個時候你要增加嗰個所謂防疫措施嚇，原來就係要限制堂食，對於阻止嗰個疫情擴散到底其實有咩成效呢？嚇係咁耐以嚟，香港政府嗰個所謂防疫措施係從來冇試過有成效。好啦，咁啊好明顯呢，香港呢就係繼續。 再利用嗰個疫情啊，盧寵茂係咩人呢盧寵茂係土共嚟噶嘛？即係換句話講，其實佢哋喺香港都係做緊呢，就係所謂想搞清零政策，不過做唔到。習近平都唔再夠膽提啦但係佢哋繼續知道呢，繼續利用個疫情可以呢繼續呢係操控這個群眾嚇。呢個呢幾乎係可以肯定啦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好似中國大陸同香港咁樣搞法嘅，其實。 嚇，當然啦，亞洲都仲係咁啦。亞洲個方式基本上係完全同成個世界係不能接軌嘅。其實，好啦，我哋呢節咧，暫時同大家咧講到呢度先啦。